一群点点的美甲向付出的神态尼姑，一个上来就动了关的客家用心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动有兴趣的原住民。第三就是大溪路今日的镇安发通，不管大家看到行卡多的天蓬西人物的故事，上面二十八起始，大礼拜六按步调七点半，第三就是大溪路天初会准时收看哦。